怎么偏偏是他呀？这下完了，我这不是自己送上门吗？是你的。嗯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可不要乱来，你要是乱来我就非礼了，我就喊非礼了。喂，该喊非礼的人应该是我吧。一位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少卿，我听到里面有。出去。是。看够了。什么都没看见。这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就想这么走掉？你瞎说，我可没有偷看你啊。那你想偷看谁？我想偷看，不对，我谁都不想偷看，我想。我可是来告状的。告状？少君，我要告状！我要告。敲。再敲啊。少君，没事吧？少君，参见少君。少君，我要告状，我要告这次的乐师选拔。你还会不会别的乐器？跟我来。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少君呢？我要见少君，我愿意当他的乐姬了。放开我！我愿意当他的乐姬。少君呢？跪下。少君，凶犯苏若飞已带到，可以行刑了。那就行刑吧。等等，少君，是少君吗？我愿意当您的乐姬了。您让我当乐姬，您就是我的知音啊。俗话说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生是您的乐姬，死也是您的死乐姬，我认定您了。我没听错吧？苏房主果然识时务啊。既然你愿意做我的乐姬，小七啊，要不然我们就把他给放了。不可啊，少君，这凶犯突然这样，可能有诈。喂，你可不要乱说啊，我真心的。少君，刀已出鞘，若不见血，大不吉呀。那还真是难办啊。一个说是真心，一个又说大不吉。哎呦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那要不，行行。不要啊，少君，您要是真敢杀我，我到时候就在阎罗王那边告您的状。哦，你敢威胁本少君啊？小七，行行。是。
真是小胆。哎，醒醒！我没死啊。你说呢？你骗我。什么叫我骗你？你行刺我一次，我骗你一次，咱们俩扯平了。不过你要记得你刚刚说的话，做我的月姬。你刚刚骗我，这月姬我不做了。那你就是戏耍本少君。小七，就地正法。哎，你们太欺负人了吧。好，这月姬我当了。嗯，不过你也得让我回家告个别吧。一个时辰，速去速回。一个时辰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按时回来。哎，菲儿，嘿。来抓我呀！真当我抓不到你是吧？下来认罪！我不下，谁让你们冤枉人的？菲儿，不得胡闹！哎，少君，小妹年幼不懂规矩，刚才定是无心冒犯。哎，你当真不下了？不下，除非你们不冤枉人，除非你们给我解放月房。哼，从来还没有人敢跟本少君提条件。飞细雨只有风影，不如问你可否透过窗听清我的心，可否借有风读懂我耳语中绵绵情意。若你不语，请先带我翻山越岭，朝朝暮夕，时光若能许我可如梦佳期，我想把这一生风景慢慢把我弹与你听，等风起我为你抚琴，弹曲心相许，世间风景不及你深情，飘渺成烟雨，伴你听春来秋去，于是慢慢清醒我有你，等风起我为你抚琴，弹曲心相许，世间风景不及你深情，飘满城烟雨，伴你听春来春去，于是慢慢清醒我有你。缘起我为你抚琴，美玉珍藏你，冰花两里人各地背影，你天地为明，日月无心，一日三餐四季我陪你。坐稳了。他该不会被我气糊涂了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以为你激怒我，我就不让你做我的私人月姬了吗？想得美，我要定你了。为了证明你刚刚说的都是错的，我可以答应，若是你表现得好，我帮你恢复月姬，让你进入幻月房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什么可信的。你除了相信我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算了，当你月姬就当你月姬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还敢和少卿讲条件？
我的绿光月房被封了，你得帮我解封，不然我这兄弟去哪儿？可以，还有没有别的？说好了，只要我表现好，就让我进幻月房。是的。带上这个，以后你就是本少君的人了。但是我要提醒你啊，戴上之后可就没法反悔了。哼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回吧，明天见。继续吧。对了，小七，把碧玉放好了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碰。知道。少君，苏房主，身体可好些了？劳少君挂怀，若山无碍。嗯，这舟车劳顿，车马颠簸的，若是有任何需要，尽管提出来，本少君一定都满足。多谢少君。这少君怎么突然对你献殷勤？定是不怀好意，今一定要小心啊，休要乱说。哎。是不是本少君这耳朵有毛病啊？怎么听不见苏二小姐给我请安呢？民女苏若飞给少君请安，少君万福。这还差不多。珊珊，你来了，我还准备派人去接你呢。人都到齐了吧？靳先生还未到。靳某到了。靳前辈，走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不久不久，等靳大师多久都不久。九宫房房主苏若山见过靳先生。昨日看过你们的比赛，乐意了得。先生谬赞了，听闻先生将坐镇幻月房，日后少不了向先生讨教。苏房主客气了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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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就走吧。啊，珊珊，咱俩坐一个马车。靳前辈，那我跟你坐一辆马车。你可是我的乐器啊，啊，跟我上马车走。靳前辈，靳先生，您的马车在后面，请随我来。出发。走。
端端的在书房搞个镜子干嘛？哇，这儿也有一个。想不到这少君自恋到这个地步。这么多琴谱啊！没想到这小魔头还挺喜欢音律的。那他找我当他的乐姬，眼光真好。没人告诉你我府上的规矩吗？书房禁地，擅入者死。这么狠啊！你们是怕有人偷他？你放心，我不偷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你们忙，我先走啦。站。躺得挺舒服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的房间，这是我的床。你躺在我床上问我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的床？是。是小七哥带我来的，他说让我住这儿。小七说的没错，你确实是住在这儿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可不许对我图谋不轨。我们第二次见面，你就闯进我的浴室偷看我洗澡，要说这不轨，也是我怕你才对吧？我都说了，那是个误会。你放心吧，我对你没什么兴趣。虽然你要住在这儿，但是你不睡着。那我睡哪儿？不行，我要独立的房间。你没资格提要求。为什么？家规第一条，少君的命令要绝对服从。那我要是不服呢？家规第二条，不遵少君命令者，杖责五十，屡教不改者，当院杖毙。这么恐怖。这家规第二十三条，与少君面对面要直视少君。这么随意的规矩，你定那么多规矩，你干脆杀了我吧。你放心，我现在还不会杀你。赶快把家规都熟悉了，否则别想进这幻月坊。我到底是造了多大的孽？想不到少君对我用心这么深，看来之前是我错怪他了。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？对呀。
天只让我练这没用的手灵，哪里就费尽苦心为我筹谋了？这个小魔头，大骗子。苏若飞啊苏若飞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他忽悠了？还让我避嫌不能夜里拜访商羽，那你让我睡在你这里怎么就不避嫌了？喂，大半夜你不睡觉吹什么唢呐呀？因为少君您对我的鼓励啊。您的鼓励让我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练习。喂，不用练习，好好去睡觉。不行，我现在热血沸腾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没劲，还得想别的法子对付。刚才床下不只有你一个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是黄英。你瞪着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送他礼物？为什么要吹他吹过的东西？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你什么？刚才靳先生在，我给他留点面子，要不然你以为我这么容易就放过你？还研究乐器，真以为我傻？我也是受害者啊，是黄英逼着我让我带他去见商羽的。商羽，现在都直呼靳先生名讳了啊！是商羽让我这么喊他的呀。跟黄英在哪遇到的？在杂物间。既然你这么想听，既然你这么想看，那我就给你演一个无耻少君强抢娇俏迷你的故事吧，怎么样？开始吧。他装什么大度，我看你能忍多久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少君，他叫无耻少君，他自以为自己貌若天仙，但是呢，他很可怜，他从来没有照过镜子，所有的人啊都不敢告诉他，他其实是一个十足的丑八怪。看我干什么？继续啊。敢看敢听，我还不敢演了。这个丑八怪少君呢，他不仅丑，他还非常的臭，每天都要洗八遍澡。但是啊，他不管再洗多少遍都还是洗不干净，因为他不仅本身臭，他是本性臭，脾气臭。有一天呢，娇俏迷你很开心地走在路上，突然遇到了这个无耻少君。这个无耻少君就一直追呀、追呀、追呀，迷你就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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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追我啦！哇，表演的还挺卖力，看起来这是个神怪故事，难道是山魈抢美女？无耻少君还是在追呀。
若飞，还跟我玩起捉迷藏来了。苏若飞，苏若飞。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？哇，我在那上面喊了你好几声，你都没听见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故意要占我便宜。我占你便宜？你有什么便宜可占啊？你一定是觊觎本少君的美色，想借机投怀吧？本少君大度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但是你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你若是说出去的话，你就是败坏本少君的声誉。你的声誉还有败坏的余地吗？谁不知道你风流成性，现在还敢偷亲我？你记住了，若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我定不饶你。哎，你个风流小气鬼，你才霸道出来说呢，玷污我的声誉。哎，是你啊！哎，你怎么一大早出现在我床边啊？少君，您不是昨天跟我约好的今天开始练习做您的小耳朵吗？所以我特意叫您起床。哦。还不走，是想要帮本少君更衣吗？小心一点。没事没事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这小野猫变得愈发可爱了。不对。还是不对，警惕。不对，下一个，危险加重。不对。算你蒙对了吧，保持不动。保持不动。保持不动，我是让你淋雨的保持不动，不是让你保持不动。保持不动，哎，不记得。危险持续。不对，任务暂停。暂停。不对，十万火急。还是不对。哎呀，我再练练。先吃饭吧。吃个鸡腿。你们喊过来呢，是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。待会儿本少君会把眼睛蒙上，用这些箭射你。当然了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本少君将重重有赏。这小魔头真是花哨，测试我灵雨还能这么一套。花枝招展，莺歌燕舞，也不怕被香粉熏晕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
权位。抽烟。好了，各位，都进去领金叶子吧。谢少君。嗯。说，为什么射我？你听不到我给你的淋雨。哎。你声音那么大，你是想把我的秘密说出去？那你说，为什么不听我给你的淋雨指示？我要真让你得了大奖，你还不得狮子大开口啊？不过你放心。我多给你准备了一些金叶子，就当是额外奖励你的。